很保持我们这么离韩剧。但在韩国，他们会有一部分人是想看新加坡电影或新加坡剧集的吗？这个问的有点太尴尬。会有看过吗？至少有看，至少接触过或看过。爸妈不在家。乱讲。就是其实我有在电影看到他们不在家，对吗？有吧？哦，有一点。对对对，一部分。因为那时候他们还是应该好奇，就是新加坡电影啊，新加坡风格。对对对，所以我可以建议一些新加坡的电影给他们看。